2012年，何洁在新专辑发布会上首度公开与内地演员主持人贺子铭的恋情，并于今年8月在微博晒出一张与老公贺子铭手捧结婚照的合影。而近日，一组何洁试穿婚纱照的照片被曝光，照片中的何洁身穿洁白色的婚纱，婀娜多姿，面若桃花，光彩熠熠。女人穿婚纱时的心思都是一样的，被周围一切婚乐美丽的景物所陶醉，幸福就从晶亮的眼睛中溢出。贺子铭还亲自为爱妻掌镜，并为爱妻系背后拉链，何大宝满脸洋溢幸福，小两口还一起做鬼脸，甜蜜指数爆棚，举手投足间透着恩爱，着实羡煞旁人呀。不禁期待起婚礼当天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感动呢？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